Hello， 主席你好啊，你好啊，今日就是董事会的一个晚宴啦，有啲咩同我哋啲网民讲下咧？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东华三院啦，我哋一定会即系做好我自己嘅服务，亦都优化现有嘅服务。之餘咧，我哋都會推廣好多社會需要嘅服務俾大家。咁我想問嚟緊2016年下半年啦，本身你自己嘅最新動向或者東華三院嘅最新動向會係點乜嘢咧？我哋其實會有幾個遊學團會帶啲小朋友去嘅。我哋其中一個咧就係阿仙奴學校咧就會帶啲小朋友小學生咧就去日本嘅千葉縣。咁另外我都會帶啲中學生咧就去英國嗰度，就去體驗佢哋嘅文化啦同埋生活。Oh, that's good。好，咁預祝你哋成功先。多謝曬。Thank you so much。Thank you。